这边的市场叫水清沟商业街啊，前面的叫什么双汇龙生鲜超市，这个市场规模不是很大，但是物品也算齐全，什么都有。朋友们，今天又来逛市场了啊！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市市北区的双汇龙生鲜超市啊。它这个市场的话，就是在这个路的两边啊，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啊，应该也是有的。这边就是一个超市的入口啊。咱们先在外面逛一圈吧。这边买烧肉的，特色盐焗鸡。老板，我拍一下，没事吧？现在外面的路上逛一逛啊，等会才再进那个市场里面去。这边卖饼的，火烧。纯肉的4块啊，给我来一个4块钱那个肉的肉火烧啊，一个，来一个肉的，纯肉的。这边卖杂货。你先吃一下我这个饼啊，看好不好吃啊。肉饼。我拍个视频。这是皇上吃的鸡，这有活动啊！看一下，草莓。老板，这草莓现在多少钱斤啊？有10块的，有13的。有10块的，13的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就菜市场永远是最热闹的地方，老百姓的一日三餐都需要在这边采购。我今天中午好吃好来准备的啊，买甘蔗的青菜。买海鲜，大海带。这蓝莓啊，15.5一斤了，芒果7.5块。
地瓜三块，山药是六块钱一斤，小葱三块五。这个是什么野菜，这个叫什么荠菜吧，五块钱一斤。马蹄，北方马蹄比较少见，四块钱一斤。十块钱一斤草莓，五十五、六十五都有了。果冻层，水果也不少了哈。一会儿进市场去吧。卖海鲜的，大活鱼、海螺。海鲜也不少啊，那小香椿特别贵，十块钱一两，上次在市场里面看了一下。老板，这是什么菜呀？这个是不知道什么菜，就是野菜哈，十块钱一斤，特甜。没特别多啊，车厘子二十五一斤。这个是叫什么千层饼是吗？手抓饼是吧？叫葱油饼，叫发面千层芝麻饼，哦，是冷水面饼。那个才是千层饼啊！还有哈饼，还有煎饺。手抓饼。还有酱香饼。酱香饼比较好吃。好，咱去市场里面来逛逛啊。这边是这个海鲜区啊，你看，买虾的。生意好，老板。啊，可以啊，要不看看。活的，活的，就这个。啊，活的。活的没？活的特地吃。你没有活的了？有有啊。你怎么不干了？我才不舍得呢。舍得吧，这个。哦，我是在天津。哦，十八一斤。这个叫什么鱼啊？我。跟那个河鱼差不多，这是海里面的是吧？海鲜还不少的，不要的，我也有别人要看一下这里。是是，我这不觉得一样吗？是吧？好，打到一百斤，咱家有。这边是卖鲜肉的，我来看一看逛逛，生意好啊。现在猪肉价格像一般的多少钱一斤？十四、十六是吧？稍微涨了一点哈。
这边海鲜。生蚝、海螺。我们家要裤衩呀，那好也装不下。哈哈哈，这买调味料的，粉丝各种皮的酱菜、榨菜。没有，我逛逛，逛逛。这边卖了一个米、面、鸡蛋的。鲜鸡蛋。挺有嚼劲的是吧？很太有嚼劲了。我不尝，我这个吃不惯。你倒空就得那个化了。哦，但我看过他们那个。我就在吃，你尝一块。我吃就这么，你不让倔，你倒空。以前我在南方上班，有青岛同事带了几个过去，哎呀，咬不动的，咬不动。我说也咬不动的。嗯，这个是咬动的。就是卖青菜的，青菜区。新鲜的蔬菜。这边也是卖调味料的，各种辣椒、鸡精、酱油都有，逛一逛。你不知道？那个样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凉皮，皮皮虾凉皮。这个是凉皮，是米粉做的是吧？米粉面。凉皮，辣味的、甜味的都行，都可以。这是卖熟食的，喜旺。真的有价值50，我看一下，逛一下，上面都有标价的。也7秒块钱，10到14元每一份，秒数一分12，秒分一数15。凉菜，麻辣香拌凉拌菜，逛一逛看一看。这凉菜凉拌菜啊，品种还挺丰富的，你看。烤肉拌饭，看烤肉闻着香味儿，特别香。这个真，这是小米馅的吧？好像，这个是小米馅的是吗？哎，对，大黄米。啊，黄米。给我。这个豆包。火烧，这边是卖牛羊肉的，卖火锅料的，
羔羊前腿，羊排肉。这是一款品鲜。烤鸡架，大鸡腿10块钱一个。对，我拍个小视频没事吧？这也是卖熟食，老式大红肠。这猪肚、猪耳朵，酱的酱牛肉，这看着挺有食欲的。这上面都有明码标价的哈，大肠头65一斤，耳朵45一斤。这边生意好吗，老板？还行吧。还行啊，还行就行。这也是卖肉，猪头肉的，35.9一斤。玻璃啊，这也是猪头肉，原价49.9，现在哦，现价49.9，原价59.9。这是鸡爪的，上面都有价格的。这卖肠卖熟食的很多啊，生意还不错，看看。鸡块15块钱一斤，鸡叉骨14，翅中翅根40/20的，看挺新鲜的。这个叫什么？茄盒是吧？茄盒，现炸的茄盒。辣茄盒，还有辣椒。第一次见炸辣椒的。里面裹的也是肉吗？牛腱。啊、哦，那这个挺有创意的。炸那个藕夹跟那个茄子的比较多哈。啊。我说炸藕跟炸茄子的比较多，炸辣椒的比较少。这边卖这个熟食的啊，生意都挺好的，卖肠就现炸的，蒜味的是25.8，台湾烤肠27.8。现炸的，汁的，特别香啊！哦，这叫去。哦，这个叫去腥精华，45一斤。这个我们那边把这个叫油渣，那个肉渣那个瘦肉比较多哈，各种价位都有啊，五花饼啊，瘦肉饼，精品小花饼，65.88。买绝味鸭脖的，买煎饼果子的，养人面包，小豆腐，玉米的，2.7块。这边卖瓜子、花生、炒货的，那10块钱的咬的是。什么草莓的，10块钱一斤。沙地花生8块钱一斤，丝瓜子12一斤，颜色挺好看的。这是论斤卖还是论个卖啊？
买肉了。这个是超市的吗？离谱价炒货。山药豆2.5块。啊？草莓这个多少钱一串？8块。8块吧。糖球。糖球。从这边出去了。左边边是一个超市入口，刚才没注意。猪蹄25一斤。这路两边有很多那个小店啊，有吃的、喝的、炸鸡、卖鲜肉、卖凉皮的、卖烟酒的都有。这边卖茶叶的。哦，挺好。录这个往哪儿发呀？我啊，我这个视频一般是拍这种生活的比较长一点。对，煎饼果子。这边这个市场的大概情况就这样，逛了一圈儿，不是很大，没有团岛啊那个商城路那么大，但能够满足这个附近居民的基本生活要求。鸡蛋灌饼，现做鸡蛋灌饼啊，6-7-8。加菜加肠的是7元，加菜加里脊8元，加鸡柳的也是8元，新鲜的。手撕烤鸭。也很多网上下订单的。咱们这边有这个水清沟这边的一个市场，这逛完了，市场不是很大。准备回去了，这边旁边的一条路叫萍乡路，江西的萍乡啊，以江西的萍乡市命名的这个萍乡路。大喇叭吹的，城市里面就应该禁止鸣放喇叭哈，禁止鸣笛，实在太吵了。这条路叫宜阳路啊，宜阳路。反正一个价目表。这是宽牛肉板面。上次福山手里面吃过，吃饭没法亲，你就人家亲了我，人家欠了，欠你一个，欠我5个啊，好。这是个相机，小相机。你还上？你们这边？我要喝水。你？我要喝饮料。先把你这些面给我吃完，你刚喝水了，你一点面还没吃呢。
这边有一些小店啊，也来卖这个各种蔬菜水果了。啊，从开五点。